Hello， 啊，近排就兴，喂，系啦，近排就兴呢个咁样嘅setting 啦，系啦，咁啊，头先食鸡都系咁样啊，咁啊，好似要亲切啲咁样，系啊，不过其实咧，我哋远古嘅时候咧就系咁嘅 setting， 系啊，就系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去改佢。點解去到最後咧，大家都係中意，原來中意啲咁嘅嘢嘅，就係我哋改嚟做乜咧咁樣，係咪先？啊，不過唔緊要啦，呢啲都係嘅，溝女都係唔溝過都唔知嘅。OK， 好啦 ，anyway， 啊 ，CMM 嘅時間，啊，今日好高興都同大家介紹 ，OK， 咁啊，史丹咧咁就正式進入真早記年代啦 ，OK， 係啦，竟然開心，係啊，好似聽日啦，我冇聽日冇嘅應該，啊，覺得睇下嚟點啦。咁而家咧其實知道啦，其實盡量都每個星期 keep 住一兩次同大家見面啦，係啦，因為其實你要明白一樣嘢嘅，就唔係史丹唔想開台啊，而係佢嘅更新咧的而且確咧比之前咧要慢啦。不過近排 CMM 咧又好似活躍翻喎更新，可能完咗世界盃之後咧，大家都回歸 CMM 嘅懷抱啦，係咪高清版？係啊，係啊。嗱，有人話我有須靚仔啲嘅，咁所以咧我同阿史嫂咧，琴日就認真研究嗰啲問題。喂，啲觀眾話我有須好睇啲，要叫我留須喎，唔好剃須拍嘢喎。咁啊，你點睇？跟住史嫂就話啦，有少少似嗰啲變態佬，係啊咁啊。anyway， 可能你啲觀眾中意變態佬啦。OK， 嗱，依家 CMM 完之後咧，就會係 Detroit 另一個結局版嘅，希望咧我哋打到另一個結局啊！真心希望你打另一個結局 ，OK 咁啊，所以咧就千祈唔好行開，係啦。嗱 ，CMM 咧佢今日就出咗一個新嘅更新嘅，咁就係同球員碎片啦，叫做球員合約啦 ，OK 咁啊，我哋可以去睇睇嘅，啊，有冇show都 OK， 竟然有咁樣嘅討論喺度 ，OK 好啦，嚟啦，嗱。咁新嘅球員合約咧，咁就係最新咧就係阿森斯奧啦，有都啱間啦 ，Detroit 咁啊，同華拉尼嗱，有華拉尼就罰心嘅嗱，阿森斯奧因為我講咗皇馬一定勁咧，我就已經冇研究過阿森斯奧咩技啦，咁我而家睇睇先啊，嗱，不如咁啊，大家睇睇啦，我哋叫做嗰個今次陷入深水啦，係啦，阿森斯奧，我睇睇阿森斯奧有咩技先，因為阿森斯奧咧我真係冇留意啊，唔好意思。因為我唔玩皇馬噶嘛，大家亦都記得當日幾慘噶啦，我跪求 S 嗰只阿森斯奧，定係邊只啊？唔記得咗啦，係啊，總之就抽咗勁多都唔中嘅 S， 中咗其他 SS 啊，所以咧華斯基斯係啊，都係佢啲 friend 啦，唉，我都唔理佢啦。阿森斯奧，睇下阿森斯奧先，西班牙仔 ，Spain。未揾到病啦，係啊，因為咧，我見到咧，嗱，因為而家每一次我睇佢嗰個合約更新咧，其實咧，首先我要立一立，究竟有邊一隻人係要抽嘅？嗱，之前咧其實 keep 住係兩隻人要抽嘅，係啦，等陣先，阿森斯奧，睇下阿森斯奧有咩技先。喂。唔冷見嘅，啊見到啦，盤球突破，盤球大師，再加沉著冷靜，即係美斯技喎，好啊 ，OK， 嗱，咁今次佢呢個表咧，嗱理論上認真嘅，如果儲開皇馬嘅話咧，呢一堆 S 人咧一定係有嘅 ，OK， 拿祖、卡斯美路、高華石、華斯基斯，你撲街仔，係咪？都係抽咗成萬幾石都唔撚中。好啦，咁嗱，係烏迪迪烏 Sir 咧，同埋呢個拉美係非皇馬體系嘅啫，係啦。咁跟住下面嗰啲 A 人咧，理論上都唔用，都唔難得到啦。A 人都成日會見到 ，OK。係啊，冇錯，我就華斯基斯慘案啦 ，U R 就卡斯美路慘案 ，OK 啊，呢兩大堪稱呢個 C M 兩上面黑歷史嚟嘅呢啲真係 ，OK 嗱，今次拉美咧係要抽嘅，係啦，烏迪迪係咪又都唔使抽啊？S 烏迪迪係咪唔使抽啊？烏迪迪之前出過來信嘅，係咯，但係佢好似要抽噶嘛 ？S 烏迪迪都要嗱，之前出過一次來信嘅，但係你嗰次冇咧就要抽啦。係啦，我睇下個轉會先，我睇下轉會有冇先嗱，因為理論上以我的印象之中咧，戴曬頭盔噶啦，烏迪迪 S 係要抽嘅。我咁睇睇個表先，要嘅要嘅，
係咪要抽啊？要嘅，要嘅，要。因為佢 keep 住永遠係兩隻要抽噶嘛，個傳統。轉會轉會冇啊，要有先得嘅。係啊，轉會冇。嗱，我 check 清楚，幫大家 check 清楚啊。係啦，咁所以嗱，咁今次咁樣計咧，如果有玩上一次烏迪迪咧，今期合約有得換，係啦。咁嗱，我哋唔好計換咧，即係我哋從來都唔好將萬用碎片咧，萬用碎片咧就計落去計落去，因為咧係而家嗰個來信啦，有烏迪迪啊。而家來信烏迪迪。係啊。哦，咁得啦，得啦，因為呢張圖冇未換好換啊。如果你話哦，而家個來信，而家行緊嗰個，即係佢聽日，即係今日會更新嗰、那個，係啦。哦，睇下先嚇，係喎，而家有烏迪迪喎，原來係咯，咁搞掂啦。啊，因為我完全冇留意今期發生緊咩事，真係唔好意思啊，疏鳩。OK， 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即係其實拉尾要抽嘅啫，係啦。呢組係拉尾咯。係啦，咁即係所以你要換華拉尼嘅話咧。如果要額外即中立啲講 ，OK， 咁因為其實史丹就覺得咧，市場有咧先至叫做完全係免費嘅，即市場有先至叫做免費嘅 ，OK， 因為你用烏迪迪，雖然係今次球員來信有一換，因為其實你都要練㗎，係咪？嗱，喺好多 N 年前，史丹已經評論過啦，如果係為咗換呢只人，特登搞只翻嚟咧，咁啊一定係貨入隊嘅。如果你係話抽翻嚟，或者係搞只人翻嚟，係諗住賣錢咧，係蝕本噶嘛？即係唔好話蝕本啦，平手賺啲啲咁樣啦，即係蝕咗啲心力啦，係咪先？時間咯，係啦。嗱，咁所以如果假設，如果烏迪迪今次個來信咧喺市場都有咧，咁都叫做真佛心啊。咁但係咧，而家叫個好過上次啦，叫做係咪先？嗱，早十年未見過，我以前成日見嘅嗱早，而家就未見過啦。嗱，所以就拉尾要換。嗱，咁變相即其實華拉尼呢一條線咧，呢條線咧咁就比較難開啲嘅。嗱，但係華拉尼本身都係一隻好實用嘅球員，係啦。雖然阿森斯奧、美斯記啊同華拉尼今次咧，其實兩隻都 OK 嘅，我覺得即係總好過上次有個哥斯達啦，係咪？即係適用嘅先能夠用到佢。咁阿森斯奧啊同華拉尼咧，我都係認為呢啲評論過好多次㗎啦，但係咧都係一啲嘅叫做能夠獨當一面嘅球員。OK， 即係你一定入到隊啊！除非是輸化學或者輸連攜嘅啫 ，OK 嗱，咁你問我嘅話咧，今次皇馬體系嘅話咧，冇理由唔玩嘅 ，OK 嗱 ，WOW 就話你月卡玩家而家 S 人剛上90,000戰，但係戰力又過唔到主線，係啊，嗱，咁你問你咪慢慢練咯，你冇嘅過渡期嚟㗎，冇得急嘅 WOW 係慢慢練上去，係啦，即係你唔可以突然一嗱，除非你重貨。如果唔係話咧，係冇嘢幫到你突然間勁嘅，係啊，好似 GM 咁玩到而家都係月卡嘅啫，係啊，一樣有150,000戰力，慢慢嚟，大把月卡人喺度咧，係陪伴住大家過嘅 ，OK。雖然我都係有貨，但我都玩到好似月卡户咁樣，我都唔明白點解個帳號會咁，因為我太愛早記，我淨係砌早記 ，OK。好啦，嗱，咁今次卡先嗱，首先有一樣嘢要平反嘅，嗱，即係其實咧有陣時我哋節目效果咧，因為其實都唔係節目效果噶啦，咁。我嗰陣時抽華斯基斯係因為要開化學啊嘛，係咪？咁你就 S 人本來都係化學嘅啫嘛，要係啦，你唔會攞嚟用。咁 U 啊，佢唔想中卡斯美路，係因為佢唔用啊嘛，係咯，係啦，明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哋冇話卡斯美路勁，我哋冇話華斯基斯好勁，好好用，所以史丹抽。而 U 啊，亦都唔係因為佢卡斯美路好屎。所以中咗 SS 你都唔高興，唔係 ，OK， 而係我哋唔係要嗰樣嘢啫嘛，即係純粹唔係要嗰樣嘢啫嘛，即係我買蘋果，你冇俾個橙我咁簡單啫嘛 ，OK。所以俾個啤你啦。係啦，嗱，卡斯美諾咧，無論 S 人咧定 SS 咧，都係一個好實用嘅皇馬人嚟噶。咁亦都佢嘅體系皇馬體系都好需要卡斯美諾呢啲實而不華嘅防守中場啊，係咪？咁今次咧，阿森斯奧同華拉尼咧喺我叫做皇馬布都消失咗咁耐，即係唔係消失咗咁耐啦，其實都 keep 住有出嘅，只不過冇以前咁啫。哇，大佬啊，兄弟嗱，呢三百幾人睇埋重播，你都係要有睇重播喺度答。我哋呢啲早記啊、阿仙奴啊、曼聯 fans 都經歷過連續三個月俾皇馬布嘅洗禮啊，大佬。咪咯，係啊，佢出咗三個月皇馬布。先至叫做停一停嘅大佬啊，係啦，嗱，但係真係波係完嘅，停咗兩個月之後咧，啲人就問皇馬布喺邊啦，係咪？
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早一輪嘅玩家，即係早一水玩嘅兄弟咧，其實呢啲 S 人咧，基本上都係齊嘅，唔係你想要，係你一定會見到，就係咁簡單。你撳親十抽，總會跌一兩隻俾你。係啦，咁所以咧，以前玩開皇馬體系，而家以前我知我啲老玩家，我啲老師傅、O 師傅。玩完玩，因為要玩隻 game， 所以迫於無奈玩咗好多皇馬人，換下換下換翻做組技。而家佢又出呢啲皇馬嘅人換咧，其實對於我哋呢啲撈師傅咧有少少著數嘅，因為無論你願意又好，唔願意都好，呢啲人咧都會出現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少少咧係感覺上咧，佢好似送俾你咁樣嘅，係啊。但係我問題就係佢唔係真係送俾你。只不過咧，你歐師傅嘅玩家咧會多啲選擇，係啦。咁作為新嘅玩家咧，冇經歷過皇馬杯嘅洗禮咧，其實呢啲人未必齊嘅，係咪？嗱，但係放心，佢一定會出啲包包俾你抽噶啦，係啦。咁今次咧，華拉尼同阿森斯奧咧，如果有限度地投資咧，值得換嘅，即係至少唔使博十抽同博幸運值咧，一定用嘅轉咧，一定比佢一定少過你就咁抽嘅。所以今次咧，如果比起而家嗰個啊，因為而家係迪亞哥哥斯達、泰亞高、基沙文同埋高斯尼的話咧，呢兩隻咧本身都值得換嘅，係推薦嘅。皇馬一定勁，好明白，係啊！舉手啊，邊個皇馬 S 人多到嘔啊？舉手啊！真係賣都唔知道買咗幾多隻，真心。即係陪曾訴過你漫長的歲月，關心你啊，皇馬人多一點，時日到過，面全不必樣啊，嚟再做美好。OK， 好啦，跟住我哋下係咪有下一張啊？泰高值得換啊，係啊，拿咗華一嚟啦，係啦，跟住又馬杜迪、基迪拉，咁啊唔使講啦，早記啦，係咪？咁啊，馬杜迪、基迪拉。首先一樣嘢嘅，馬杜迪咧係有市場有得換嘅。我啱啱清咗啲 SS 箱，跌咗隻。咁就唔使換啦。OK。嗱，馬杜迪係市場有得換嘅。OK。咁咧，基迪拉咧市場冇得換嘅。咁但係咧，萬用碎片咧已經出過好多次㗎啦。啊，史坦第一隻基迪拉咧都係用八十歲換翻嚟嘅。OK。咁啊，跟住就賓坦股啊，係啦，即係早記啦。簡單啲講就係全早記啦，係啦。咁啊，下邊你嗰啲見到，譬如啊，比即卡啊、新尼啊呢啲，其實都 keep 住咧喺唔同嘅十抽新嘅波咧，成日見到佢哋㗎啦。OK， even 上就算馬杜迪都嗱，馬杜迪咧，我唔知佢出嚟做乜嘅，因為坦白講，我如果抽過往嘅早記波。咁嗰堆 S 人就梗係會有啦，係咪先？好似賓迪阿拿、盧根尼呢啲一定會出現嘅，史坦都有十隻，係咪？但係馬杜迪係可以市場免費換噶嘛，唔係肉直接拆，係啊。咁所以我相信咧，轉會有噶嘛，係啊，轉會有噶嘛，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你又唔需要太投資去換，轉會有2.1億直接買啦，唔好煩啦，係咪？係啦，係基迪拉嘅啫。嗱，但係因為基迪拉有技啦。是小動作加長空急墜啊，係啦。如果你是好嗱，除非你是砌德國隊，但德國隊不砌人啊嘛。係啦，如果你除非砌德國隊嘅啫，我想不到祖雲嗱，我依個是祖雲達斯的早記一定係用不著基迪拉的嗱，所以點解嗱今次官方啊醒目啊，佢維杜爾啊基迪拉咧咪加了專人服侍的閃卡嘅。你玩祖雲達斯體系咧，你如果你唔加專人服侍俾中場線嘅任何一個人咧，你唔使玩嘅 ，OK？ 因為你唔加專人服侍俾佢咧，你隻補方等於垃圾。喺而家呢個時候 ，OK？ 你加而家加咗啊，都唔勁，何況冇啊？咁所以如果要以基迪拉呢個情況咧，大家玩祖雲達斯體系純粹出自愛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基本上係用嚟開化學或者開年葵用嘅。OK， 咁如果我開年葵用嘅話，我八十歲換咗佢算啦，係啊。所以今次嘅球員合約咧，我覺得阿森斯奧同埋華拉尼咧係大家要如果要換嘅話咧係底料，亦都係賺嘅，係賺嘅。SS 我中咗邊個啊？我中咗邊個先？我開咗個箱噶啦，等等啊，我睇睇我中咗邊個先啊？大家 SS 中咗邊個啊？
我中咗單俾你啊，係啊，我中咗單俾你啊，啊都唔知又都唔知可以點用啦。OK， 上一上係啊，四三一二冇啊冇啊，祖雲達斯而家我講 CMM 啊 ，CMM 咧一定冇用唔著基迪拉，肯定。你中場開小動作效果唔好咪而家仲係。係你一定用唔著嘅，同埋咧而家嗱。我計埋 C 朗啊，好冇？我計埋 C 朗好未 ？OK， 唔通你用希古恩咩？嗱，喺早期嘅前鋒裏邊咧，係得希古恩有窩裏嘅啫。係啊，你冇窩裏人，你冇窩裏人噶嘛？嗱，祖雲達斯咧係缺兩樣嘢嘅，我熟過你，我一定熟過你，我不識背啊，唔就係啊，冇節奏大師同埋冇 Fox in the box 嘅。冇，而家 C 朗加盟咗，當佢係，係啦，多多招 force 都係多招 force， 都係冇節奏大師嘅 ，OK， 咁所以喺本身早期嘅中場線咧，其實係少咗個 buff 嘅，少咗個 buff 嘅。如果你少咗個 buff 嘅情況之下，你仲唔玩專人服侍咧？你基本上咧，你條後防線咧等於豆腐一樣嘅山西豆腐隊，係啦。你唔專人服侍人哋嘅前鋒咧，你後面就算當你係排基亞連尼啦，排曬 BBBC 啦，你都係冇用嘅，你都係冇用，係啦。咁所以維杜爾有專人服侍，基迪拉有專人服侍 ，OK？ 希望冇咩？等先，唔係，即四三一二就冇希古恩。是喎，希古恩是宏之轟炸嚟喎，屌幾撚錯添？所以雙雲轟咯，如果真係喎，咁即係原來冇喎，因為屌鬼唔怪我冇用你啦，原來連窩你都冇嘅。哇！係記得我都冇。係喎，咁啊真係廢啦，廢柴啦，撲街啦呢個。早記即係舊早記係冇人啊，冇負責入波人啊嘛。係喎，得雙雲轟。係喎，咁啊我啊明白啦。所以你基迪拉就更加唔用，我完全冇諗過用基迪拉去做長空急墜。OK， 我就明白啦，原來係咁樣樣。你冇人接個波，係喎，咁啊真係廢噶咯，完全啊！多謝更正啊！我一直都以為希古恩係有窩裏添，原來窩裏都冇，咁啊垃圾啦，係咪先？真心 OK， 好啦，嗱，咁繼續落去嗱，咁所以咧，今次基迪拉咧，我覺得可換可唔換，要有基迪拉嘅一早八十歲換咗。系啦，嗱，所以一定會係華拉尼同埋阿森斯奧噶啦，完噶啦 ，OK。嗱，但係我覺得有愛咧，就係、是、叫做有愛一定勁嘅，係啦。好似而家史丹咁樣，咪玩偷獵者咯，係啦。咁而家再加埋我就嚟成熟嘅古阿達度，咁咪兩邊斬埋嚟，咁咪玩宏之轟炸咯，係啦。只能夠咁，唔係冇唔會一定冇死嘅，冇死嘅。不會因為你玩少個攻勢咧，你就完噶啦，你個人生冇嘅。咁問題就係你覺得你全唔全面嘅啫 ，OK？ 就係咁簡單 ，OK？ 我覺得我係好期待宏之轟炸嘅 ，OK？ 我期待啫，用伊巴係啊，我到而家冇伊巴，唔好意思，係伊巴咪有咯，係咯。你啲低貨中咗 SS 加沙治奧都。養得起，而家養得起啦，兄弟，千祈唔好買啊！嗱，佢講咗，佢 update 咗幾時更新未啊？未，仲未講。未講實更新，但係話一開波會出姆巴比 SS 加姆巴比。係。OK good。嗱，哇，千祈唔好啊！佢前排公告咗咧，猛猛養。係啦，前排佢公告咗 SS 加咧。嚟緊會放落轉會市場，即係你可以用歐羅買。嗱，唔好理佢養唔養得起。哇！鬼唔好理佢幾錢。係啦，至少你有機會啫。唉，年輕人，有咩叫你買咗 SS 加？係愛啊，定係責任啊？梗係窮啦！窮啊！啲女係啦，所以咧，同埋而家 SS 加呢個能力值上調咗100嘅，咁所以咧一定係勁嘅，一定勁嘅。哦 ，good 啦。我未中伊巴，我爭伊巴啊！我嗰條祖馬祖記兵團爭伊巴，係啊，我都要等伊巴。OK， 我知啊，SS 加麥巴比同 SS 加碧福特，我話碧福特嗱，
誒嗱，調翻轉喎，兄弟，俾我又講下嗱，貝福特咧，我覺得喺今次世界盃嘅表現咧，以24歲嚟講咧，的而且確咧，特別咧係喺英格蘭入咗8強之後，無論佢嘅撲救啊，啲致命回傳啊，你知道英格蘭啦、啊，勁多回傳噶嘛。嗱，當你洛里斯啊、古圖爾斯嗰啲相繼咧成蝦碌嘅時候咧，你就發現咧，啊，碧福特咧，佢對於隊友回傳嗰啲地波咧處理得幾好嘅，係啊，即係至少佢唔會送個波俾文迪蘇傑先啦，唔會發瘟先，係啦，亦都唔會好似某啲球斬塔 Q 啊，係咪先？唔會發瘟先，係啦，碧福特咧今次喺世界盃嘅表現咧。對於一些大家即係啲球評，你知啦，有陣時睇波咧，好撚驚回傳噶嘛。你自從球例改咗唔俾接波之後，係啊，回傳好大鑊噶嘛。係啊，有啲隊伍嘅回傳咧，即係就下下都係致命回傳嚟噶嘛。係全部醫院波嚟大佬，係致命自己有噶嘛。咁睇咗咁耐咧，碧福特嗰啲致命回傳嗰啲處理咧，的而且確處理得幾好。唔係，即係感覺上好似好有經驗咁樣嘅，即係好老道嘅。唔覺得佢24歲？係啦，同阿艾利神一樣。係啊，真心嘅，係啦。咁所以咧，嗱，但你問我，佢屬喺今次英格蘭嘅世界盃表現裏邊最穩定咧，的而且確係佢最有大將之風咧，亦都係佢。OK， 但係值唔值 SS 加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喺大家嘅心目中咧，會自有分曉噶啦，自有分曉噶啦，就係、是、但我認為咧，佢嘅表現咧，的而且確係令人眼前一亮嘅。啊，亦都咧，我叫做釋除咗大家點解要用佢嘅疑慮。OK， 有眼睇噶嘛，係咪先？今年世界盃，今次世界盃其實所謂嘅降門，大家數啊，係咪先？指門係啊，變曬指責，變曬指責公仔，係咪先？係古圖爾斯呢啲咧。越打即係叫做越打越有嘅啫。係古圖爾斯開頭32強嘅時候又戇鳩仔咁樣噶，即係聖基亞唔講啦，係咪先？古圖爾斯開頭32強咧，其實都好多甩碌嘅，但係越打越好。OK。聖基亞個問題係老問題啊嘛，佢前面嗰後防唔係曼聯啊嘛。係啊。前面嗰4個係曼聯嘅故事咯。冇錯，攪活咗，激活咗，要點樣去練成一個鋼籠啊？唔係點樣要練成一個鋼籠啊？就要犧牲4個後衞。初年葵啊嘛，咪唔著咯，係冇錯，係咯，沙拿都未有 SS 加，幾時到碧福特啲人即係話黃昏話嗱，我覺得呢個咧就有偏見嘅，係啊，但係沙拿咧都係值 SS 加嘅，我覺得 OK 係咯，不如與其出咁多貼紙俾佢閃卡俾佢，不如出一隻 SS 加沙拿啦，係咪先？以舊年嘅表現，的而且確佢值得 SS 加嘅 OK 好啦，咁啊繼續嗱，咁所以咧你問我咧，今次 all in 馬杜迪同基迪拉唔使理噶啦，有就換啦，多2億啦，又多1.4億啦，但係之前啊華拉尼嗰啲咧係值得換嘅，係絕對值得換嘅 OK 好冇？好咁啊，翻嚟打面先。OK， 嗱咁去到而家今時今日咧，其實 CMM 咧都冇乜戰術可言㗎。你見史丹咧都好開始好少出嗰啲技術片，乜嘢要玩嘅都玩曬啦。新手有幾多少？係咪先？新手有幾多少？坦白講，沙拿冇 SS 加正常嚇、啊，竟然係咁樣。拿華斯其實都幾好，可惜對波豆腐。哦，咁樣都 OK 嘅。OK， 好啦，嗱咁其實所以你但係放心啊，嚟緊嘅技術，就算係真係要超技術分析嗰啲咧，我都會擺落啲短片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就有陣時直播太長咧，唔係個個睇得曬咧，斬件咧有啲可能 miss 咗嚇 ，miss 咗咁樣。舒米高只 SS 梗係值啦，係喎、哦。今日咧出咗好多轉會傳聞喎、哦，唔係轉會傳聞㗎啦，其實都係基本上落實咁滯㗎啦，係啦，只不過仲未公布咁解嘅啫，係啦。官宣啦，係爭官宣嘅啫，係啦。咁啊 ，C 朗都轉得早記嘅，咁亦都冇辦法啦，係啦。咩事發生到啦？咩事發生到啦？我到而家我都係嗱，你唔好嗱，我係希望我錯，真心。我係睇死早記定賣人㗎嘛，而家係。我係希望我錯。真心第一次希望我錯，我係認為而家嘅早記乜嘢都唔賣，而簽 C 朗咧先係正路嘅，賣任何一個人都唔得，係啊！但係以祖雲達斯嘅作風咧，一定係一買一賣噶嘛，
你唔賣，你點有錢俾啫？你冇辦法叫董事局額外揞錢俾你㗎，冇可能㗎。OK。老婦人啊嘛，唔係而家嗱，而家就雖然唔係咁解，唔係而家董事局唔制於事啊，主席就自己公司搞嘛，跟住搞罷工咯，係啦冇錯。所以咧，我希望今次我錯，祖雲大師，我希望佢是但批錯你 ，OK？ 你真係唔撚賣人而簽 C 朗咧，我啊真係俾掌聲你，但係冇可能噶嘛，唔係冇可能，好難好低機會發生咯 ，OK？ 希古恩係啦，我講多一次啦，我更唔中意希古恩都好。他轉咗做組記之後咧，的而且確對球會有貢獻嘅。我硬唔中意你都好，我都要俾 credit 你嘅。OK， 好啦 ，Let's go， 係啦，好啦，嗱，有咩幾時 UFC 聽日咯，或者後日星期六日啦，自己開啦，係啦。有冇兄弟要對於 CMM 有啲問題想問啊？特別係新手啦，冇話新手，即係玩到而家都仲係輕油嘅，問下啦。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就要打 Detroit 㗎啦。組記而家轉會收入係-1970萬係嘛？唔係負一億喎，一億爭1.9億喎 ，OK， 仲要係歐係啊，一定會買啊，一定會點會唔買啊？邊個冚啫？邊個條數邊個冚啫？咪係咯，想拎杯唔賣啫，係啊，我係覺得係咁樣噶，係啊，但係有可能咩？冇可能啦，真係冇可能啊 ！OK， 好，有冇人要討論啦？新萬能合約有咩 ？Bear 睇睇個官網啊，有嘅，等 Bear 撳一撳啊，好冇？我可唔可以留到好似賣完張房咁樣？真係未試過啊！好，嗱，大家應該有留意嘅，因為咧其實我相信咧你哋知道啦，或者係 feel 到啦，或者係換過啦。其實而家咧萬能碎片咧係多咗個紅卡嘅嘛，紅卡碎啊，應該有人有啦，係嘛？有啦，係嘛？我有個箱未開。係啦，因為而家咧，因為馬迪冇換節奏大師好冇用。好嗱，因為而家咧，萬用碎片咧，即係嗰個萬碎片嗰個00444咧，而家有多個 columns 嘅，嗰個 columns 咧就係紅碎，係啦，紅碎咧就係俾你用當紅卡嘅萬用碎片咁用啦。OK。所以大家要知道啦，萬用碎片係換唔到紅卡人咧，係佢嚟緊嘅更新啦，即係好明顯噶啦，大家都唔使再打飛機喺度 dream 啦。啊，80歲換一個 SS， 如果用160歲換只 SS 加，我都換啊，唔好意思，大家發夢太早啦。唔係，係86，但係紅碎咯。紅碎 ，OK， 紅碎 ，OK。嗱，咁今期咧佢釋出咗嗱，我睇我自己有幾多紅碎先嗱，以我印象之中咧係少之又少啊。萬能碎應該得幾塊啫。紅碎的萬能碎嘛，係啦，等陣先啊。幾塊嘅，因為都冇乜幾個位俾你攞。我係咪等陣先啊？有人頭嘅啫，有一堆嘅。點樣名嗰啲有一堆嘅，萬能碎應該得幾塊嘅啫。因為我有玩佢活動嘅，所以我數量就多啲，我都有成10多張。係咧係咧。紅碎有10多張 ，OK 啊，但係我唔啊五塊。係啦，你哋有幾多塊紅碎啊？補一補啊！嗱，史丹係因為有唔係貨好多啦，但係即係用餘下嘅即係之前貨落嗰啲咧，就有玩下個轉盤啊，有陣時都會轉到啲紅碎包嘅，係啦。有啲咩啊？補一補你係幾歲啊？係啊，唔好講你真實年齡幾多歲啊，兄弟。OK， 好啦，30歲。OK， 好啦，嗱，咁今次哈利簡尼啦，同夏薩特嗱，如果要實用性嚟講咧，唔使問噶啦，哈利簡尼先，再諗夏薩特。如果為了 buff 的夏薩特先，再用哈利簡尼 ，OK， 再用哈利簡尼。嗱，因為點解咧？嗱，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嘅。嗱，我自己突而家天梯咧就100不入嘅啦。因為我堅持玩祖雲達斯，我放棄咗好多攻勢嘅 ，OK。咁所以而家咧，我自己如果我換翻好似以前咁樣，用翻卡蘇，好似西門咁樣放棄巴塞嘅，放低個尊嚴嘅 ，OK。我用翻以前嘅人，係啊。絕對是能夠入翻天梯，因為點解啊？因為至少我會打足啲攻勢，或者專人服侍，我可以用有專人服侍嘅防守嘅人。而家係因為我冇祖雲達斯冇專人服侍，但係用祖記，所以喺防守上邊我又冇專人服侍，進攻我又冇 Fox in the box， 又冇窩裏，所以其實咧基本上咧係冇撚用嘅祖雲達斯。
防守出色，進攻力不足，咁就要靠大巴拿自己盤上去啦。所以你見到我食咗只大巴拿咧，係三萬幾戰鬥力嘅，食飛嘅。我就希望佢自己搞自己，希望佢一戰定江山，小勝一球咁樣，老虎人咁樣。其實都有少少 frustrate 嘅，但係冇辦法，我中意祖雲大師搞咗咁耐，我都覺得好開心。我嘅俾人屌打得好開心，係啦。咁所以咧，你問我咧，我自己咧就已經冇再留意一百天梯咧，而家玩緊咩攻勢 ？OK， 但係記住第一樣嘢，維持原判。前鋒用紅卡咧，係最有效抵抗無數咁多專人服侍嘅陣式嘅。OK， 又或者好似史坦另類玩法，文迪蘇傑一隻有得你封咯，有得你封，係啊，有得你封，無封陣，係啊，就咁啦，玩偷獵者咪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咯。是啊，搞定的啦。但你會不會做啊？是啊，因為有太多嘢俾偷獵者呢啲實用啊嘛，係咪先？所以如果你想堅持玩三刀，唔好話堅持。如果你係話諗住繼續玩三刀啊，呢啲固有攻勢嘅話咧，你又唔想投資太多，你又唔想放三個前鋒落去啊嘛，咁你咪打雙前鋒，用紅卡咯，六招技，你睇下點封。係啊，係咁嘅咋。就咁簡單啦。咩啊？蚊坦咩蚊坦啊？哦，嗌我係啊，龍泰你吔屎啦你。OK， 好啦，國際足協公布咗世界盃最佳陣容，古圖意思啱嘅。如果由十六強開始睇嘅話，馬歇路完全唔同意。OK， 泰高斯華、華拉尼、高甸同意，摩迪同意，迪布尼。迪布尼的意見 GM 已經幫我解釋了，領隊不需要用迪布尼、OK? 我也不需要用、OK? 大家分頭開始，古天奴 OK 的，麥巴比不用說，哈利簡尼 OK， C 朗 fit 好、他不是騙 CMM、騙 CMM 的感受，開 game 到現在什麼不明白、史坦我終於明白開 game 到現在騙 CMM 的感受，誒、欸，唔明，你再解釋啊，好冇？好啦，嚟啦，新一期嘅合約繼續講啦。咁啊，Jesus 啦，世界級嘅垃圾啦，喺世界盃，OK， 好啦，新尼冇得出，可惜啦。保連奴物有所值，沃加嗰球十二碼，嗰球 VAR 咧，唔係，我覺得係冇必要嘅，但係冇辦法啦，佢作為犧牲品嘅啫 ，OK， 費明路。絕對好過嗰啲隊友 ，OK， 好拜你，恭喜曬，等到啦，OK， 爺爺托尼 ，OK 啊，艾夫啦，唔需要啦，我已經有啦，高基好用嘅，有 buff 有長空急墜，查維馬天尼斯 SS 嘅，相信係開拜仁化學啊。即係我哋巨人化學啦，或者開呢個德國隊化學嘅必要之人選啊，係嘛？咩啊？史丹中意明我開 game 到而家話先有一，唔係啊！我梗係明你啦，所以我咪專登唔玩，所以我開頭係玩早嘅意外嘅球隊噶，係啊，冇錯啊！我明知係咁樣啊，只不過我覺得有樣嘢就係有愛嘅，玩乜都冇所謂，課金係課開心嘅。OK， 唔係貨勁嘅，你唔中意玩嗰只 game， 你天下第一，你聽日第日都會棄嘅，係咪先？好啦，咁新嘅合約啦，嗱簡單啲講，拜利必換啦，即係仲係爭曼聯嘅兄弟啦，係無論係化學定係需要拜利啦，拜利都係今次都係送上你門口噶啦，解化學必備嘅，解成就，我覺得等咗咁耐嘅曼聯咧。你解個人成就就換拜你啦，換完之後你可以你可以棄 game 㗎啦。OK， 但係換到拜你就唔撚棄啦，係咪先？好啦，咁今次如果以逐隻嚟講咧，梗係Jesus 係好用啦 ，Jesus 好用啦，係啊 ，Jesus 好用啦，新尼都好用啦，係啦，咁其他嘅都係一般㗎啦，Jesus 都好用啦 ，OK。
如果是要 buff 的話，如果要 buff 的話呢，高機啦，因為高機佢係，因為高機史坦有用啊，所以我可以答到你。以前呢我都是靠高機幫手嘅，中場線完全冇人的時候，因為高機呢佢係衝鋒好國家長空急墜啊，係啊。其實咧，衝鋒咧，你要擺兩個正能量，擺兩個，咁其實會係最好嘅選擇，係啦。咁高機衝鋒好國家長空急墜咧，就更加好啦，係啦。如果節奏大師 buff 完你之後，你要衝鋒好國成日都能夠開到嘅話咧，其實你個長傳成功率都好高，係啦。咁你問我嘅話咧，因為夏薩特嗰樣嘢咧係盤球突破再加衝鋒好國啊嘛，係。咁呢兩個技能冇 combo， 咁所以我係揀有高機有 combo 咧係比較好啲嘅。OK， 就咁簡單。巴西人都有法國人，我想咧下一水咧，其實 我自己都不明白的，明知法國攞了冠軍，點解唔搞法國人的兑換呢，係咪？即係可能法國人可能佢未更新得到啦，可能佢更新慢啲啦，或者佢跟大陸更新啦，但係都不重要嘅，最緊要啲人好用咯，係啦。嗱，巴西幾多件啊？巴西有三件，係咯。英格蘭一件，法國係咯，即係差唔多啦。艾夫拿有冇忌閃？佢好似出過喎，有應該有，好似出過，印象中有，不過唔記得咩忌，係咯，唔記得咩忌，唔知咩標準係啦。Best 十一冇簡迪啊。其實簡迪在今次的世界盃咧，係發揮穩定嘅，仍然都係係啦。咁但係因為咧戰術上邊嗱，你又唔可以怪迪金斯。迪金斯佢將簡迪換走，換啲高佬入嚟咧，去防高空波咧，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嗱，簡迪就算係世界級嘅防中，我相信冇人會否認噶啦。但係就佢唔夠高就係唔夠高。當你對住費蘭尼啊！有翻咁上下身高嗰啲咁嘅人咧，費蘭尼只不過係一個嘅，即係話俾你聽係，即係我講咩嘅啫。OK， 代表代表高到咁撚樣嘅時候咧，你換走佢係合理嘅戰術上邊。嗱，東亞嬌會 success， 迪金斯係贏世界冠軍啊嘛，都冇辦法嘅。OK， 係啦 ，OK， 好啦，咁就啱啱 OK 啦。呢啲選舉睇下，可能無需認真，我都覺得係。正能量分兩邊放，我不知道，但是我正能量咧，而家放一個咧，係成日都開不到的，我只艾夫拿的正能量咧，去到29 level 噶啦，都不是下下開到啊。放兩個就得了，放兩個就成日開到了，有咩好過入一球啊？入兩球。係啊，OK。嗱，因嗱記住啊，巨根聯佢嗰個盤球突破咧 ，buff 咗咧，係會持續下去的啊，大家可能冇乜留意啊。應該咁講，盤球突破你或者嗰啲 buff 技咧，當你仍然係處於攻擊嗰方嘅時候咧，佢係會累落去嘅，累積落去嘅，係啦。咁所以譬如話，你個攻勢上邊你開咗 buff， 你再你下神開角球，因為佢嗰個盤球突破佢 buff 咗自己，唔係因為佢盤高。所以開角球好，而因為佢盤高，佢容易啲開到盤球突破，咁所以佢會帶住個 buff 咧走去開角球，變相你傳波嘅數字都高咗，啊，係咁樣理解嘅 ，OK 好冇？應該唔係，因為嗱，SS 下層有 CK Master 嘅，咁所有 Master 都係計佢最高嗰個能力值啊嘛。系啊，唔系计本身关事嗰个能力值噶嘛。我系讲你 SS 嗰只咩啊嘛。系。系咯，咪讲紧咩？啱啊，冇问题。佢 buff 会，佢 buff 带落去，唔系佢，因为佢 CK Master 会计你最高嘅能力值啊嘛。咁啊，下神本身系盘高啊嘛，盘系最高啊嘛。咁其实用咗盘嗰条数计噶嘛。哦，你讲呢样啊？系啊，佢。哦 ，OK， 所以我误会咗。佢应该系觉得个盘球突破 buff 咗个盘。會唔會令到個 CK Master 再高咗咧？明白曬，我明白曬。你如果你問呢樣嘢嘅話，就啱啦，係啦。因為我係想講，我頭先想講嗰樣嘢係同你問嗰樣嘢唔同。因為我係想講就係話，如果你盤球突破開咗嗰個 buff， 即係 buff 完自己啊，嗰個咧係會帶落去下一個攻勢。無論你係揾個射罰球又好，揾個射角球都好，你會見到咧
佢食學盤球突破個 buff 咧係成咗幾多下咁樣嘅。咁所以當你盤咗自己 buff 咗自己之後咧，就算你唔係講緊有冇 corner kick master 乜都好，你齋傳咧其實都係已經會計埋個成功率嗰度。OK， 咁如果你話純粹係單一講 corner kick master 嘅話咧，你淨係 all in 啊，好似阿黃昏嗰只古天奴咁樣 all in 咗盤噶嘛，佢7000盤嘅，佢一樣會受惠於落火焰射球噶嘛，因為火焰射球係計全能力噶嘛，直接計嗰三萬幾噶嘛，同一樣嘢嚟嘅。咁所以如果你係講盤球突破，會唔會將個 buff 延伸落去咧？係會。如果你係講 corner kick master 嗰樣嘢，你淨係食曬盤就得噶啦。冇衝突嘅，而兩樣嘢係可以一齊共存嘅，係啊，所以夏薩特我冇話唔勁啊，而家佢 SS 加嗰只咧一定要用添，萬能全能嘅，基本上係啦。卡斯納斯食藥食邊度啊？卡斯納斯食我唔知啊，冇用開真係唔知。我下次開台答你，我唔敢亂答你，因為我要睇翻佢咩技啫。OK 好冇？好啦，今日暫時係咁先啦，嗱，因為史坦咧就會已經開有好多傷，可能我星期六日開直播嘅時候同大家開下傷啦，因為我就有太多嘢想同開傷啦，無論係閃卡又好咩都好，嗰啲精啊乜嘢都好，想開傷，同埋咧，我琴日屋企咧多手，因為我有玩嗰啲聯賽啊嘛，我琴日試過連續10次將 A 突上 S， 諗住都係失敗嘅。全部 A 都失敗 ，OK， 曬，全部爆曬，我就感受到西門嗰樣嘢。做乜搞嗰集？做乜搞嗰集 ？OK， 係啊，所以大巴拿之盤閃好勁，我不嬲都話佢勁噶，我想我咪用到用大巴拿係而家祖雲達斯裏邊唯一一個有攻擊能力嘅人嚟噶，而家有斯朗就好啲啦。OK， 好啊，好啦，一陣翻嚟繼續我哋 Detroit 另一個結局嘅時間，唔好行開，一陣翻嚟見，拜拜。